最后20秒，总榜榜五加暂榜人数，总榜榜五加暂榜人数。第一把我们打个数据，第一把打流榜数据。咱们走过路过没有暂榜龙皮，小心暂暂榜。付费数据帮忙做一下，丢个小心就行，丢个大啤酒就行。付费数据帮忙做一下。最后5秒，拿下。月色哥出去了，青铜四星了。谢谢我月色哥，感谢死鬼，谢谢冲家川，谢谢胖哥，谢谢出没哥，感谢我大漠哥。我的爱情，我的爱情，爱情居然一票没上，毫无压力。我的爱情他居然粉笔没刷，他居然连点赞都没有帮我点，我连榜上都没有看到你。有你这样当爱情的吗？有这样的爱情大哥吗？我把爱情拉出去擦擦10遍，真的是。你好，咱们你是唱歌主播对吧？可以。好，咱们来一首歌。这种 PK 需要爱情吗？赢了，我榜上我都没有看到你小眼。作为我的爱情，你点赞都没帮我点一个。唱个甜字好吧？可以，来个拿手的，送给我2遍的大哥。找个有实力的来，爱情上，让我的爱情上，其他人都不准上。上半段，证明一下我的爱情。好的，来一小段。哎呀，水喝多了，浇个花。没有关注我，我没有关注你吗？可能。没有送礼物，我没有关注。欢迎8570。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爱上了你，在这个错误的世界里，我其实有很多话要对你讲，但原谅我不能说。的心碎的感受，你是否也曾在梦里梦到我？在冷冷的黑夜里哭泣，分不清眼泪和雨滴，慢慢的淋湿了我为你写的每一首诗句，在心里面默默想你，掩饰不住的委屈，只为了那一生我爱你。在无尽的夜空看星星，猜一猜哪一个是你，猜到了你要对我眨眼睛，想要把你拥入怀里，你却变成流星，消失在这茫茫的天际。好了，唱完了，辛苦了，那我走啦，一路长虹，拜拜。你要对得起爱情大哥的称呼，你昨天口口声声说要当我的爱情，你就是这样当我的爱情的。
怎么样？那把爱情他看不上。怎么样？其他人都在旁边给我看着就行。欢迎华哥。我的爱情大哥不敢吱声了。爱情大哥不敢吱声了。我要吃煎包了，1点半了，哪里还有煎包啊？都下班了，早餐店都下班了，除非我给你煎，我还能给你煎个饼啥的。完了，今天周一又吃不上两个菜了，这个黑色星期一又吃不上两个菜了，爱情跑了。我说爱情刚刚嫌那个不够他出手的，然后现在爱情跑了，给我圆润的走开。哎，你别说啊，我烙的饼挺圆的，除了它有点刺了，这个饼虽然看着有点边上有点刺了啊，但是它挺圆的，这个饼挺圆的，别说我这个手艺还可以啊。欢迎孙文哥，我这个手艺还可以哈，你看我烙的饼多圆，这锯的也挺圆的。我烙的饼绝对比你买的煎包圆。他们估计等会要挂到我直播间睡午觉了。黑色星期一都是拿命在上班。我今天给他寄啊，今天给军哥寄，他地址已经给我了，他地址已经给我了，我今天给他寄。昨天晚上寄不了，昨天晚上太晚了，别人不会发货的。你也要啊？人家是给送给自己的媳妇，你有人送吗你啊？不是我刺激你，人家俊哥拿眼睛送给他媳妇，你送给谁？你有人送吗？啊？你有对象送吗？你有老婆送吗？你未来的爱情，那你未来再找我要啊？未来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。你的爱情这我还不知道在谁的怀里呢，你的爱情说不定现在还没分手呢，分手了之后才轮得到你啊，还没遇到了，八字没撇呢。莫文蔚有一首歌怎么唱的？那首歌叫谁的爱情不是叫烟圈嘛，那首歌是不是叫烟圈呢？欢迎月色哥，那个歌是不是叫烟圈？谁的爱情不是别人家不要的？好像那首歌好像是叫烟圈吧？月色哥，你放心不下我啊，又过来瞅一瞅。爱情不是李小曼，小曼就是好土啊。那首歌叫什么唱的？哎，你给我打一个叉！什么爱情不是你想买，想买就能买？谁的新欢不是别人的旧爱？不是问我有首歌叫什么呀？谁挣脱的不是？